罗浮街是地方历史的一部分，不过罗浮街早在好好维护，韩国技术使用无，加上是地方发展的新机会。花莲枫林是东埔全国风从业的客家庄，不过天顶人口单单都高龄化，韩国后生人都存在中的。枫林也是要全台湾人口清社会前三名强镇。 今日夜，校长雷天树的专题，来到一间八十万人的罗浮街来看戏时，看也到众多家乡的后生人，用的用纸飞，潜出客家庄的罗浮街韩国同济站过，同时发挥后生人的专长，为新的空间带入各种彩体课程，向二希多街，希望以为开始就继续做定下去，将来开发韩国同济罗浮街同济好好利用的新的公共空间。 比首镇带来新时代的发展。大早公办新山创业到落户，插插补补，了东道房林景火车跳跃起界，树丑落户，外观看起来旧，不过朝鲜其实动优雅，像系三国料，贵面界树丑门，老充满古典工法界，富量结构，都显示出其许多动作。 汉卡是要秀长个细节，为用了注意配贴，然后加强风火，抓到问题。这结构以这个年纪来说，其实它保存得还蛮好的，对。当然还是有一些重铸的部分，但是主结构是没有影响到。啊，这个房子是日本人，那时候我们好像我听我妈说是跟他租的，跟日本人租。那时候是做木工嘛，木匠啊，跟日本人做那个木工啦，所以那个窗户那些。 这些都是我爸爸做的。人工长萝卜和木桶卖幸福，因为浮球衣球最困难。出台木箱，还有请医师拿对色票，对你木纹分担个涂料，一家一家比对，为青春老萝卜最上强个色。刚刚我在做的是在做颜色的确认，那因为现在比较方便是油漆，它可以去特别调色。 那这个色票它可以对比较这个现场实物的颜色，去找出你觉得最接近的颜色。八十年历史客家的罗建筑，东东俊皮转型古厝翻，燃烧机跳过到枫林历史空间红街经营。罗师傅用铁皮盖台金条来捏榻榻米，也是枫林老跳白提风工艺之一。 因为两栋三国罗屋，透过设计，枫林祖传统榻榻米的空间，是五个师傅老的三年摸好空间的榻榻米工作室推出，罗屋贵州枫林专用街抢从西退来接手，到今年初进行纳豆住用天，本水田公办一家一家落来，用符合系数点作为目标，为提供古厝一家多年利用的空间。动大变，那个思想都。 都有前进，嘿，这做得很好，哎，你的客家庄，哎，国繁荣起来，哦，繁荣起来。像这一间和转角，哦，这都是木造老房子，我们有在想说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教室空间，哦，还有一个手作的空间嘛。在取得这空间之后，其实它就直接就是被我们定位，它就是做书店的一个功能。 这个同时，挑年了来涂木箱，主要有彩体墙面主心盖枫林藤树团，乡土木票就会为藤树提供，营造乡下好街生活环境。希望就是年轻人啊，或是游客他们在经过枫林的时候，有一个休息的空间可以看书。然后另外一个目标是希望增加就是乡下乡村孩子的读书量，会希望进就是不一样的书啊，二手书也可能会有。然后在角落的 部分会做亲子区，透过规划老彩体大合，老本地木文山国技术利用的路虎，重新修整古段位开放，系提供强下平面落起路，向向路牌界第一步。大家个大饼本位个期待，路虎正好为系马家用的，同时又有马沙活类。客家新闻，王小琪，花莲报道。